哎，下午好。哎，我发现我最近的声音好像破破的，是麦克风问题还是我本身问题？话说，下午好啊，下午好啊。杨安安、华英安安、果子安安、雪莉安安、夜莺安安、拉拉吗？来来吗？安安、依依安安、丽瑞安安。哎，不想开，不想开，开萨尔达是想要。想要等姐姐再开，哎、欸，小雪安安，哎、欸，你们看左下右下角右下角，有没有久违的皮？哎、欸，就之前有传，还好之前有上传过那个之前3D 皮上去。小雪，怎么了，繁星？没有啊，叫，发出了小雪的叫声。好，安安，阿秀安安。呀、yeah ！发出了小雪的叫声，小雪。啊，吃铅笔。哎、欸，读太久了吧？天哪！啊，发生什么事情？那、啊、我的聊天室怎么不见了？聊天室，啊、白痴，原来一直都没开哦。嗨，那个是很早以前弄的皮。哎，我们上次要画霸士的东西，想起来了，这个。你要帮我画美丽的艺术了吗？来，我帮你。要画出我的菜单：英法混合佳肴的敬意。用这张广告单，它能完美契合我的广告单。再看一次。广告。既然没开，我是故意的，因为平时觉得聊天室太当了。好了，画画。那快涂到了嘿，哥。英国有什么料理啊？炸鱼薯条是英国的哦、喔。我这菜单会画出去哎、欸，白痴哎、欸。炸鱼薯条，我头上是谁？我们家可爱的安妮。哎、欸，我一厢情愿，可爱的安妮。仰望星空派。
亚德安安，哎呀，我们少不了法国的东西啊。啊，没错，就是会唱歌的法国面包。喝水。我把笔当吸管喝好，等我一下哦。吸管啊，哈哈啊，嗯。怎么喝不到？可恶啊啊啊啊啊！嗯，白痴。你刚刚他是说英法啊，英法佳肴啊。有英国跟法国啊，我想说就混着用嘛。我的绘图笔差点跑到水里面去。好了。旁边一杯水吗？哎，真是的，啊，加水要10块钱，什么水？我们要放可乐，这是要给安妮吃的，对不对？看一下哦，薯条很健康，土豆啊，土豆很健康，啊，面包很健康，鱼也很健康。啊，鱿鱼因为太健康了，再来一杯可乐。哎，完美！霸棍佐薯条配鱼，哎，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再来一杯可乐，还是要咖啡啊？嗯，看这只鱼死的还是不是死啊？啊，这只鱼，哎，很快乐。嗯，饮料放这里。要用哪一种的、啊、瓶装？鱼表示要被安主播吃掉，哎，看来我就是那只鱼。然后健康一点，我们加点柠檬啊，才不会热量那么高。然后好像莲藕，奇怪，怎么会有饮料上面加莲藕的啊？哎，繁星，问一下，怎么会有上面有莲藕的？莲藕，好恶哦！啊，这样应该好一点。是我的，我真的我的板子好像真的，就是我画下去起来会有那种被黏住的感觉，没有那种回弹的感觉。我们先去，你看走路真的是很好笑。还记得我那个耳朵吗？跟袜子一样的耳朵，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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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们回来这边画画。
哦，我私下萨尔达，我跑去狩猎，把箭矢射光了，哎，白痴，本来想说看网络上有那个复制箭矢的方法，结果试了之后才发现说，哈，什么是耐久继承，那又是什么？啊，连射弓又要多刷好几把，那个又是什么？啊，请问雷剑箭矢那个又是什么？我就啊，算了。不是我不想去理解，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打几只人马就有连射弓了，有啊，昨天又打了一次，然后我这次有吃防御三的防御三跟那个，防御三跟爱心黄色爱心血量的哦，怎么那么好打啊？被戳一下只少一颗星哎，啊，请问我那天在干嘛？没事啊，那天就当作是在交学费。欸，可是为什么我弓箭这么难打到头啊？他头不是很好打吗？我就想说啊，私下赚钱好了，结果钱没赚到，全都没了。姐姐最爱的粉色，赚钱有另外的方法，比较需要，只需要一心功。好、哦，我本来半夜想要开台的，真的是大半夜哦、喔。这就是又在东摸摸西摸摸，就是在海拉鲁享受狩猎的快感的时候啊啊！怎么三点了？去射龙哦？你是说射那个哦雷龙的那个角哦？哎、欸，我昨天有逛到那边去耶，我昨天想说。这个该不会就是你们说的什么什么雷龙的那个吧？就是那边有榴莲那边是不是？
就是在一个瀑布上面。哎、欸，那个瀑布好难爬哦。因为我昨天有去查那个什么吃东西的配方，就是我在想说有没有跟红石一样，就是延长那个药水效果的。然后查到的都是要用那个龙的犄角，还叫什么？我觉得有些我真的想留到开台再用，所以我就是私下只是随便逛随便打，然后就一个不小心走到一些好奇怪的地方。然后主要是那个啦，我觉得最近聊天室不是有几个是已经剧透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剧透的人，懂吗？就是有几个已经严重剧透到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的。哎，我当然知道这款游戏都可以 speed run 了，所以当然有办法，像那个什么，法环一样，啊，你前面就可以很快的通关怎样的？毕竟游戏也很久了，只是他们这样做让我真的是，谁没新手过？对对，玩这游戏又不是进来要玩 speed run 的，哎，就觉得很困扰啊。我对狂野之心更新那个狐狸啊，欸，好好看哦，喔，虽然我没有开啦，我只有上线收到更新资讯啊，虽然还没有开，不过那只狐狸是真的蛮好看的。欸，画完了，你怎么有点丑？怎么办？怎么跟我想的差那么多？来画个特别的特。那算了，算了算了，好，就这样子了。要叫什么？爸，
大鱼薯条左霸棍宁可，我宁可。哎，走走走，把眼镜拿下好了。走走走。哎，不对，你收我这么少钱，我会生气哦。但是我做的法式混合一种独特菜肴，保证你从没见过。像是炸瓜牛薯、炸瓜牛薯条、法国面包加豆子、啤酒炖鸡和炖牛肉，全是我自己发明的。所以我画错了。但是我做的法式混合一种独特的菜肴，保证。哎，我画这么辛苦，结果不是这个哦，怎么里面有我？厉害吧？我知道不太好理解，但我做的英法混合一种独特菜肴。画错，哎、欸，他完全不行哎、欸！我的天啊！啊，这个是里面可以用那个啦，那个 V 皮，可是它3 D 的。哎、欸，完蛋，就这个啊！它里面其实可以，下面这个打开之后，它里面可以选有些预设的图啦，或是套用自己的皮。哎、欸，我画这么辛苦，结果史蒂夫，你快办到了，快办到了，快办到了，那肯定是我们缺了什么啊？蜗牛。我们肯定是少了小瓜啊，什么意思？刚刚有什么瓜牛？啊，你今天没去塔哦？啊，元太，今天没去塔。左瓜牛，不够打字的，大鱼薯条，炸鱼牛条，有了，我加瓜牛了。炸瓜牛薯条、法国面包加豆子、啤酒炖鸡，好了，鸡跟牛好，还要鸡跟牛。鸡。啊，不然这样子好了，
这个是牛排，然后鸡腿。完美，牛排，哇，这是赔钱的，拿牛排当盘子，天哪，真的是盘子哎。这都是盘子哎，看到了，大家想象力就是这样子，不要被一些东西给迷惑住了，对不对？创意啊，想象力。我要跳出这个思考框框。其实那时候玩萨尔达我也觉得很不错，因为它很多东西可以靠创意去玩呢，所以我才会觉得我蛮喜欢玩萨尔达的。那个色盘的名，那个是色盘的名字吗？对对对对对，那个不是我改的啦，谁会改什么男人的浪漫啊，那是什么东西啦？拜托，他有说煮豆子哎，豆子，咖啡豆，有啦。来了，咖啡豆。然后咖啡豆要流汤。男人的语气啊，我刚说浪漫哦，浪漫。来来来，这肯定是你要的了吧？我快办到了，到底是什么？炸瓜牛薯条、法国面包加豆子、法国面包加豆子。啤啊，我少了啤酒是不是？牛肉、啤酒。啊，我又不喝酒，我怎么知道啤酒是什么？秘鲁，他判定这么厉害吗？我不知道他是判定什么颜色啊。
它里面没提到炸鱼，没有，这是土豆泥。怎样？这个是土豆，这是土豆不是鱼，好不好？这是土豆。不行，我死了！哎，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呢，你跟我说不行？啊，活不得杜尔多。对，这就是以前他们，你知道吗？安妮，我不行了，我不会画画了。他不满足我，我以前就是耳朵太 Q 弹了，所以你看这个耳朵 Q 弹到很像是肉没有骨头还是什么的。是不是不够绿啊？哎，安妮，帮我看一下。安妮，他不满足。他说：“炸鱼，炸鱼瓜牛薯条，好吧，炸瓜牛薯条，法国面包加豆子，啤酒炖鸡和炖牛肉。”他要的我都放进去了。瓜牛、法国面包、炸鱼，可乐是给你喝的啦，啤酒在后面，然后牛排我牛排我当盘子用啊，鸡腿放这边啊，煮豆子在这边，看起来过于美味，他是要单调是不是？哎，快点，再多敲一下，看看有没有创意。还是黄色成分太多了，还是因为英式料理都很黑暗，很黑暰，所以真的要画仰望星空派哦。哎，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呢，拿去转卖。哦，哦，看一下哦。哇，我都没有想到哎。保罗，来吧，保罗。我不能买。哇，被发现了吗？买一下啦。买了这幅画会惹祸上身。哦不，那我要重画了哦。安妮，给我个方向。啊，要重画哎呦，哎，嗯，啊，我用错笔了，还想卖啊？爸，你想怎样啊？不过聊天室挡到 NPC 对话了，哦，等一下哦。看吧，这就是我不喜欢放聊天室的原因了。哦，他刚刚是说这个我不能买，买了会惹祸上身。啊，另外是说这个我不能买。哦，这个我没办法买。看来那个厨师有很大的背景。哎，
来，一切从头开始，就跟感情一样。来，法国面包夹豆子是什么？法国面包夹豆子，豆子。哎、欸，马铃薯，马铃薯，你说土豆、喔？不是，它应该都是那种罐头豆子啊。啊，我想到了。我知道了，繁星，你要干嘛？繁星，哦。豆子发芽了，靠腰，你在贴什么图啦？试试看嘛。哎，真的中的我也是没办法，他就直接把我的那个拿走了，好不好？对，彩笔。法国女孩叫面包夹豆子，来，哇，耶，大王，啊嘛，快送吧，快送，哈哈吧，耶，还我，我回了，我还回，白痴，哎。我想给你这个，我白痴。啊，喂喂，啊嘛，快冲！啊，白痴哦，为什么都要色情的东西啦？欸，不是色情啊，很正经啊。哎、欸、干，又多，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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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这么好的，他不要。哎，我的人生污点，哎。这是给小孩子玩的吧？刚画成那样子，不过小孩子也不能玩哎、欸。结果嘞？啊，我有想法了，过了。会删掉啊！哎，令0520安安，你好，你好。哎，欢迎，赶上了。哎，人生污点。哎，他给了我什么？创造颜色，成长配方。哦，白痴。储存并离开，还是我直接离开？哦，对不起，这个实在太丑了，我不行。
我不行，我不要，我不要。哎，他不要自动阻挡了哦，拜托了，拜托了。老板喜欢这招牌，我不要，要也画好看一点啊，可恶。啊，要也等我画好看一点嘛。唉，刚刚那只是草稿欸，他就这样收下了。欸，对欸，我的那个没出现，等我一下哦。文字新增来源，新增嘟嘟嘟嘟。你看我的皮在这边，哎、欸，不对，他存档了。我看到我离开的位置了。哎呀，招牌不要，老板，我重画，我重新画，我给你100块，我重新画，哭了啦。安妮安慰我好不好？安妮安慰我好不好？我看到我存档的位置是在门口店门口。人生的污点，人生污点，老板。你摊手，你摊手会把下巴放上去哦。看来这个游戏可以二周目哦，二周目哦。拜拜。我以后不经过这边，可恶！经过这边说，快走，快走，快走！这个是成人餐厅，快逃，快逃！成人餐厅没有纸了，来买一下吧。有没有任务？怎么办？我心情好差哦，玩塞尔达好了啦。玩塞尔达可以欺负人，不被欺负啊！这个游戏只有被欺负欸。我看到贴纸了，这是我的贴纸吗？哦，早知道我在贴纸上啊，我知道二周目要玩什么了。这个是要写告白的字，我爱安妮之类的，有没有？我爱安妮，我爱安妮之类的。散散心。哎，我好，真的好难过。刚刚颜色那么多，哎，是真的没有绿色，原因是不是啊？我刚刚只是加了个绿而已。哎，有没有任务？
跟谢威。喂，啊喂喂，三十公炮。啊，什么海报？喂不。哎、欸，他是什么任务？什么海报？在哪？你回来了。啊！哎、欸，有人记得他是要接什么任务吗？适合冬天，买买买。怎么突然有个任务啊？我好像有印象，可是我记得他有任务，但是我忘记他是要干嘛的哎、欸，不记得了，完蛋了。丢没用的东西，哎，你还要我怎样？难过了。茂密森林，赞啦！看一下哦、喔，看看茂密森林是什么。太亮眼了吧！天啊，死了死了死了！调色盘，重到颜色，哇！爱不释手，我的爱如潮水。哎、欸，我记得夏天也很亮哎、欸。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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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他要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哎、欸。那我们就好，最近真的想要练这种图哎、欸，给你们看哦、喔，给你们看哦、喔，就是就是不要连起来，然后都会留一点东西出来。
都是胖丁吗？不是，这只叫我的最爱。奇怪，繁星的最爱不是娟娟儿吗？来，他要的海报肯定是这个。我走走。啊！经过一次哭一次，白痴。那我们看一下他要的海报是什么好了。你知道这一个？好喂，去吧安妮。好喂，赚到钱了，完了，安妮又离开了我一次。不行，那个菜单让我好不爽。哎，我画很久，我画了30分钟多有了吧？我输给一个不到1分钟的图。坏吧，黑子氪金大师啊！现在画什么没有？我现在不知道。刚刚挫折感太大了。看到在哭了吗？哎，是哭爽没啊，繁星。
画光遇风景吗？他们又不懂。我也想开心画，可是那个真的太让我难过了，太让我难过了。感受到我的难过了吗？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姐姐等等会说你是在哭了没？她该睡了啦，让她好好睡吧。那我要用好听的声音让她说。啊，安妮，赶快休息。感谢矮泽皮的五个月。订阅，谢谢光宇。再复制刚刚的法式料理图来看看值多少钱？复制不出来，复制不出来，那是随性创作的啊！真色素。哎，怎么可能复制得出来？那种东西，怎么可能是说复制就复制得出来的？随随便便就复制出来的那种图，哎，会被盗哎。哎，这个灰怎么不灰啊？有没有更灰的灰啊？更灰的灰，更淡一点的灰，去看一下。那画日式料理好了。哎，好，我待会画，我要画的虾子料理，饿死了。不然就是下次二周目给自己条件是说。只画料理，哔嘣嘣嘣，好味，那叫浪漫。哎，这个灰好像可以哦。男人语气，男人你走开，男人浪漫，浪漫，创造颜色，凉爽，来看看多浪漫。哇，死亡芭比粉啊啊！为什么那这个火，这个灰啊？啊，浪漫，你太浪漫了。茂密森林，我觉得茂密森林也很亮啊。看一下哦。茂密的森林，调色盘，人感哇，有多冷？人感救你了，人感。哇，人感。谢谢你，我以为你真的很冷，还可以嘞，冷感。
老板来一位豆皮寿司。哎，等一下，老板现在很沮丧，那是一个沮丧的老板。感谢海泽皮的100点小起点，谢谢。怎么了？没有，我刚刚画了30分钟的图，很用心画的图，你可以去 YT 看一下回放啦。结果我输给了一个画了1分钟的图。我那时候就想说，嗯，我来试试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过？就他直接让我过，我连拒绝说不给他的机会都没有了。就这样子，我的人生污点越来越多了，你懂吗？这就是人家说的出现的霸凌事件怎么办？跟老师说，可是很多事情就是说不出来啊，因为那个就是你。他就是会深深的烙在你的回忆里面。对吧？那个是抹灭不掉的难过回忆。哎，画的好像还蛮像的呢。这是哪？这是哪？你还看不出来？那我就是画的不像咯。萨尔达，靠！你刚不是叫我画光鱼？干！干！叫我画光鱼的是你啊！结果回了一句：“这是哪？”哦，你没玩哦，好吧。突然，请问这是哪？我的。什么东西？我是谁？我在哪？我在……什么东西？干嘛东西？感谢海泽皮的100小起点。哎，海泽皮，你要不要上来？上来我的头上。虽然我不知道，靠！但我不知道小起点这样换算多少。
作业安安。哦，它有这么白的哦，呜，那我用这么白的好了。啥？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两分钟。喵，我先开个，等一下啦，雅思。雅思，你等一下好吗？雅思。等一下，我要开个 Photoshop。你要准备工作了哇？那你还要看吗？很快很快，我尽量快一点。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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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你回来看记录哦，好不好？哇！哎、欸，我刚开 PS 卡画面呢，吓死我！我要继续光遇社团贴文了。我说刚刚太难过了，去光遇社团讨牌。刚刚画了一幅图，结果不给我过。哎、欸，开这个，开。开这个不能玩，不能开 PS 哎、欸！啊！哇，我不能开了，不好意思了，不能示范给你看是什么东西了。
你讲，以后我每张图里面都要加一只胖丁进去。胖丁在飞，按错了。胖丁的云野，云野，云野，勾勾勾，哎，有吗？哔哔哔，新的调色盘，黑白色调，哦，有了，我们有灰色了，走走走，去把安妮卖了，去把安妮给卖了。水水，好，等一下哦，我到定位再喝水。所有人都想要我帮忙，我也很想，但是我没有空。我来，我来。史派克还是星，不管选谁，我都觉得舍弃朋友哦。朋友二择一，今天可能会说你要选番茄还是选安妮。这很明显吧？林家去帮星，苏家去帮史派克。纸张。哇，你也是布，太厉害了！再来一个纸张。你只会出布吗？哦，你赢了，厉害厉害。来，妮妮，我们来，云野。来吧，保罗。保罗，咱们需要你。保罗，你练完光遇，这是从宝可梦的台。啊啊！哎，这样好明显哦。欸、小小图就很像了哎、欸。1000块啊！跟你讲，刚刚的1000多块都是安妮的功劳。刚刚的作品就是因为粉色不够，耶、yeah。我要去社团 po 文讨拍。我要怎么回放啊？我想一下哦。我们先……啊，刚刚有任务对不对？刚刚有任务，我的影片。我昨天弄了一个东西之后，导致我的画面全都从那个深色系变成亮色系，我的眼睛瞎了。宝丽镜、假牙粘着剂。
好了，我要再去光遇社团po文喽。对，又是我。光遇社团。哎、欸，等我三分钟，我去打个文章。对，又是我。对，又是我。一代化的玩笑，一代化白销的那位。是好了，撤。哎，刚刚说找谁？史派克，史派克。你需要资讯。哎，他很忙。不能把我的啊，我忘记讲一句话。编辑贴文，我忘记说那是宝可梦。不能把我的发明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不准使用。好，看来你不太能理解，但我在创作方面实在是颜料发射器3000，想完成它就需要风扇、电池跟漏斗。我想在凤凰城街上找的东西，现在的人都……喂哦，风扇、电池、漏斗。玩垃圾咯。风扇电池漏斗，好像有个人物叫做全新的拍卖行海报，全新的拍卖行海报。你说我现在这个吗？没有，这个我也没有，我私下也没有玩啊。遗失的画作，
哎、欸，我看到垃圾桶了，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个竟然不是。哎呦，烦呢、欸，又挡。不行，不行，不行。我心情好了，我心情好多了，天哪、啊，哇！哎，还是我不能画背画底色啊，画底色好像会变这样哎、欸，所以下次不能画画白色底色 ，L 斗。哎，心情好了，我们领回来吧。天哪，胖丁怎么那么可爱？谁是最可爱的宝可梦啊？谁是最可爱的宝可梦啊？哦，风扇，还差一个电池。振作雄风，你是最可爱的宝可梦啊！插电池了，我呢？哎，没错，就是卷卷耳。啊哇！我下一张就画卷卷耳嘛。可是要也能贴出来的啊！可恶！哎。好可爱哦、喔！还好这个不是又画了什么欧派给他乱贴。在干嘛？有人有看到电池吗？你的在呼呀，电池，电池。请告诉我电池在哪里？找不到。看一下，瞧，这是谁画的？是说这是网络连线有人画出来的啊？哦，不可能吧？哎，他如果连线，可以看人家丢弃的也不错哎。赞哦！没有电池吗？里面有电池吗？我家有电池吗？没有。快点帮我找电池在哪？我想尿尿。这边是刚找漏斗的吗？
如果能贴地板的话，我要画一只固热盾躺在地上。这怎么像加特林的枪管啊？不觉得吗？这个捕鱼笼，加特林。电池，我找不到哎、欸，我先去尿尿好了。啊，想离开这里的话会很有用哦。读取中啊！怎么跳出读取中？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空间的哎、欸。我去尿尿、喔，他没有东西让我看。我不能在这边，我要挡这个。回来了，哇塞，他角色可以捏这么细哦、喔！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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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哈，这个是之前你还记得我跟团团啊、波波啊，我还有杰克，不是有那个吗？3D 的皮，这个好像是要在推特上，然后绑定上传上去之后，他会读到这个，所以可以使用。这不是捏脚啦，这之前有一个那个嘛，啊小雨也有啊，就是我们弄那个捏皮的一个软体，然后它上传上去之后，它支援这个，它这边有这个可以用，然后它有一些预设的角色啦，只是我现在用的话好像就会被覆盖掉，所以我先不用，等电话哦。哦，哎，我找不到电池，电池你自己解决好不好？废品，电池，我们下次来开个饥饿派画家二 Speed Run， Speed Run。哎、欸，陪我一起找吧，求你们了。棉被猫安安安过了吗？好像安过了。刚好电话，整个没戴耳机。你好了吗？就是他这个
它这个是之前我团团 Bobo 小雨有用的一个 3D 的那个嘛，那个皮，然后就是它可以好像传到推特上面还是什么的，然后有一些游戏它其实都有支援这个功能，就是你的角色可以是你自己的角色，然后就是你只要就是它这边设定有这个绑定之后，连上你的推特账号啊还是什么的。我忘记我连什么了，反正我就是按确定嘛。他电脑里面预设就是有存，然后存上去之后，角色就可以用到你原本的那个了。这个皮就是之前很早之前那个的啊，开台时候那时候用的皮，啊后面没有用了。他可以捏出喵哈吗？你有办法把你的建模传到那个推特上还是哪里就可以啊？他没有捏脚啦，他是你要想办法把你的 3D 模传到那个网址上。啊，你买这款游戏了吗？你买的话，你就是点这个嘛，点这个之后，他会叫你什么登录账号、注册账号。你只要在那个账号上面传你的皮就好了。要上传的哦，是 P 网哦，哦，我是讲推特哦，这是 P 网哦。谢谢你，你是哪个小可爱？你从刚刚好像就很懂画画哎。你是哪个小可爱啊？你是卷卷还是胖丁啊？你是最棒的宝可梦。我昨天要开台，结果开台前猫吐了五次。哇，我家狗前天也吐又拉的，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哎。白痴哦！啊，你总是用这个账号。哦，你平时看哪用这个账号？哦，原来是你哦。我要检举你呵呵，给你。哎，你昨天玩到哪里？我看你已经在画车。哎，你跟我讲电池在哪，好不好？妈，快点，电池在哪？妈，电池在哪？我要想说你的头像该不是小熊吧？但是又想说这样乱认好像又不太好。妈妈，电池在哪？该不会电池在这个公主里面吧，在公园有水池那边，这个吗？真的要进去是不是？有你好多哦，可爱的嘻嘻嘻，我喜欢的话就会让你过，我发誓。露馅大师，没事没事啊。哎，这够可爱了吧？这不是我画的，但是我可以给他吧？他应该不会变成我的遗作之类的吧？哎，那我刚刚画的那个炸鱼，你有看到吗？欸，小熊，小熊，小熊，你看哦，他不是要我们画一个什么法式餐点什么之类的吗？我画了30分钟多，你有看到哦？那就算了，我好气哟，他怎么可以随便撇个几撇，然后水彩笔随便上了一下就让我过？他不能这样欸，哎，我好难过。哎，来画 Uniqlo。
太长了，等一下。太长了。他不是像，哎。啊，好想扛错力啊！比起扛错力，我更想放大。你知道啊，我不是说我之前有个那个吗？我外甥女，她那边跟我闹脾气，说什么叫我不要进，因为她要拿那个毛巾擦手，结果要拿给她的时候叫我不要进去厕所，因为毛巾就是在那个厕所上面。结果，然后那一次之后，我就跟她每次看我，我就瞪她，然后她就好像知道她错了，结果。我从此就完全不理他了。他只要做错事，我就直接凶他。我本来想说不要以那个亚洲的教育方式来教育他，又不行欸，他让我好像很想过肩摔他。啊，他激起我想过肩摔的欲望。然后心里就会这样讲，可以摔了吗？可以摔了吗？我说：“妈妈，我长大了，不要再乱脱我衣服了。”我要跟小熊说话：“妈妈，我是大人了，不要再乱脱我衣服了，我会自己穿衣服，衣服还能穿，先不要脱。”虽然是展示掩饰啦，但是很害羞。嘿。
黑子安安，好了，遗失的画作，屎变成独角兽。嗯，独角兽。哎，你一定喜欢。艾蜜莉。哎，这个卖你。太可爱了。哈，我想拿支架甩他脸，可以吗？秋天的配方啊，呜呼，那怎么捡不起来？呜呼，电池在这是不是？看看哦，无线电。哦，这个哦，这么大哦。好喂、欸，哇！我本来想说，我晚点再解开这边的马鸡。那先点一下好了，美术馆。以前常常举办很酷的艺术展，艺术渐渐交流发展。拜拜。对，原来电池这么明显，我那边。快点救我！我看不到电池。嗨，你这么有礼貌，跟你聊天。你有没有任何有关旗帜的经验？没错，凤凰镇需要一个团结市民的象征，那个是为了寻找适合的这份工作。艺术家镇长把这份收藏给我，然后雇了班杰明真的是个错误决定，他没有用，他没有用，他没完成，而且日期快到了。我能先付你200，四成后付你200吗？我要600。好的。捐款，捐款，跑了，跑了。旗帜是人民的象征，凤凰镇的象征。开始设计之前，先去问他。哈利。谁呀？达达肖又是谁？最后再去找布加尔。谁？布加尔和达孝经常在这公园游荡，让他们去参加典礼，这很重要。再说一次，哈利、达孝、布加尔。好，捐款，我们赚到200块了，我们可以搭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搭车走了。那是几号电池啊？这个肯定是可以装小朋友的吧？看一下哦，啊，我们先去找。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帅啦！先把它装上去。接上风扇，装上电池。哇！这是枪欸，它发射出速度十分惊人，每小时达到28。你要试试看吗？哦，或许你该跟斯麦尔说你完成了，他常常未完成的事情。哇，送回家，看一下这个我不喜欢，完成。哇，这一袋笔刷颜料多好多，好开心哦！斯麦尔，我好了，赞啦！保罗想要请他帮忙送东西，佛莱士需要有人倾听他的新段子，马基有一些学校的问题，我知道了，我真的要学会怎么……哦，好难哦！没错，只说不，总之我要奖励你，不，另外一个选择，我不知道要给你什么，画布还是钱？剪刀石头布，赢的话给我画布，输给我钱。我只会出布哦，我只要出布了哦。啊，你要出布是不是？哦，你赢了，赞啦，200块。哎，小苍安安 ，Hello。
加班台结束了，加班台结束了吗？我霍普是谁？我朋友霍普很需要帮忙，他在公园里，我不太想淌这个浑水，所以嗯啊，或许你，我能帮忙吗？你帮我，他帮我鸽子，我快气死了。今天过得很忧郁，我想要一些爱和鼓励，加油加油，辛苦了，快去睡觉，快去休息，辛苦了辛苦了。你说说看，你觉得我的莫霍克头怎样？好蓝呀！你这艺术家应该看出这个孤蓝，再给你一次机会，完美！看你要怎么样？好凶，他好凶！完了，我被他凶一两次，我就不敢来找他的那种人。哎，你有困扰是不是？那我走了，我走了，撤了，撤了，撤了。咖啡，安安，念咖啡吗 ？E I N E V P， 咦，怎么念？保罗，没有了。好，先去问那个谁，问镇长。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是他让杰洛爷爷很困扰。你能去看看班奇小弟吗？他就在右边。好，班奇，班奇，班奇。班奇没加入，心不喜欢班奇。班奇做礼物给心，他就有知道，反正很有天分，但是不敢送，能帮帮我吗？班奇把礼物给心，回来告诉他的感想。如果他喜欢，我就加入庞克了。哇，还有跑腿任务哦！哎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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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我咖啡因哦。哦，好，咖啡因你好。不好意思，这个台主英文不好。会念英文已经是个奇迹了啊！一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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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奇的礼物，那班奇不是当庞克的料，告诉他。哦、我舍不得，我一定跟他讲说，对他让你加入了，然后就带着那200块跑了，带着200块离开凤凰镇，怎么想都很赚。他讨厌。你拿去班奇的喷漆罐，班奇不放弃，班奇会用更努力的做事，是班奇会回来的。喷漆哦，耳朵还没试过哎，我玩玩看。哈哈，看看哦，这个是什么？哇，太嗨了吧！这太适合这样子画的了吧？哇，
那班旗这个是什么？哇，那个笔要留下来，画好慢哦。这个好像还行，先把笔刷拉回来。你那蛮准的，放心，没，怕就是怕自己以为准，实际上念不准是最怕的事情。哎，改个位置啊，蜡笔，然后这个。水彩签名完成，哎、欸、，Go！ 我们去找旗帜怎么画？这游戏是不是不会天黑啊？哎，你不是房东，玛格丽特。艾蜜莉的意见。哦，哈利是海边那个。哈利，艾蜜莉不是小孩子吗？艾蜜莉。我要开始画了，我没有信心画。或许你能帮我完成我的图画，也许我们又能当朋友了。你懂得，弄得像是我画的，画好再拿给我看。不行，他就是要强迫我的人生污点再加上去，是不是？阿力，旗帜，我老婆找到新的旗帜学家了。旗帜学家就是设计旗帜的人，被困在大西洋的时候经常看到的。要是我说的话，旗帜代表的是海军的荣耀传统。海军的荣耀传统。啊！完了，我不能自己发挥哦。他这边的艾蜜莉物质了，物质是什么？不是这个艾蜜莉吗？用小猪完成我的图画，你可以的。哎，所以不是这个艾蜜莉哦。艾蜜莉的图，可爱，果然是小孩子画的图。其实你要找另外女生问意见，好。看起来像你画的，是不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嗯，应该这个吧。对，这个颜色才。来，重来。这是安安，果然卖坏了，果然没错。不要画什么，不要画卖坏的，我们画别的。
很可爱啊。虽然透视有点怪怪的，但问题不大，但问题不大啊！猪猪也是可爱的猪猪啊！欸，这边好安静哦，不喜欢这里。哦，艾米莉的话，好了，够像小孩子画的了，我尽力了。把话拿到杰洛爷爷那里，你看我被困在城里的爷爷，现在产生的话，希望能给我一座新的铲子。我在 YT 遇到一个台主问到我是不是会师，因为他的会师也叫世事，原来照明的部分哦。哦，我想说啊，你什么时候会画画了？等一下，爷爷是你吗？杰洛爷爷。我教他的一切都忘光了，哎，真是难过的爷爷。好吧，知道多多，他才五岁，很快到那个境界了。我也想鼓励他继续尝试。我就不客气的收下咯。你看，现在有200块。又有画笔，又有礼物拿，感谢次次，不是次，我以为是订阅。哦耶，礼物快给我，画纸，哇，好棒哦，哇，太赚了吧！撤了，撤了，撤了，看一下哦，还是这个艾米莉吗？不是这个艾米莉，好。看看，奥格利特，艾蜜莉，公园的艾蜜莉，还有看看哦，帕卡多，看看呐、啊，看看呐、啊，艾蜜莉，你看起来就像艾蜜莉了，就是你了，布加尔。旗帜，旗帜怎么样？哦，你能画新的吗？你能不能弄一张新一点的，让我丢脸？当然参加，反正我妈也不会去。他没有讲哎，就答答笑笑答。旗帜应该要黑的，全黑。除了黑的话，深色的灰。要有海洋，要有黑，他们意见不一样啊。霍普，我带着笑脸起床，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但我确定，如果不是得采取马上行动，你能帮我吗？不是现在哦，我马上回来。不行，你现在任务太多了。嘿嘿嗨，
不是你，等一下啊，过不去。哎呦，看一下你干嘛？哈哈，你一定要跟我伸手要钱，没钱没钱。是你吧？不是。哎、欸，小熊，那个艾米莉在哪？还是其实已经问完了？他们都在这边嘛？吵架？等一下哦，这个要海洋。这个要黑啊，这个要什么？我忘记了，他只叫我画而已。附加了，哦哦哦，你收集到了吗？完蛋了。我觉得画的不错啊，跟我想象中的画其实没有差很多欸。我也是想要画这样子的图欸。完蛋了。可是我想象中的图其实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欸。这样子不行欸。怎么办？我要怎么动笔？我差点就也被他们说，你这不行啦！我等一下就哭了。粉色，我觉得它颜色冷感，我是想要冷感的灰嘛，灰跟水蓝。啊，夏日的又觉得这个蒂芬尼色不错。哎，好烦哦。又不能自己吸颜料，什么垃圾的东西。简化一点，加阴影就好了啦。其实他、啊、这个鸟画的不错，又缺少了阴影而已。好了，我画的鸟大概就是那样子。哎，欢迎加入我的人生污点行列啊！感谢维尼的200小集点，早安！哎、欸，维尼有没有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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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可是完成只有200块的钱呢、欸，我是不是不该画太好？画太好很亏、欸。还没，该买了吧？欸，还没啥兴趣，真的假的？好吧，因为它你有看到吧，它比一代就是调色盘多了一些颜料，然后它又可以多了很多笔刷，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这是什么鸡？还没上色，先别急，这只鸡还没好。应该画回答的哦，还是我们改画回答？黑色，又是鸟。欸，好像可以耶，还是我们改回答？回答。图片。哎、欸，我画我自己画给他的就好了，我干嘛要找图片？等一下、喔，图画暂存，2022年吧，2022没有，哦，2021年。哎、欸，对，没错，是2021年。我刚刚想画凤凰啊，想说啊，那算了。哇靠！笔刷整个不见欸，等一下，不能用这个蓝，白痴哦！笔刷整个不见，得意洋洋的黑鸟，哇，可爱死了。来哦，上色咯。欸，玩了这款游戏后，害我又想回去看《料理鼠王》，原因就是因为他后面的这些歌太好听了。
泰料理鼠王了。没有，没有，没有像样的红色哎、欸，什么叫像样？对嘞，哎，凑合着用。感谢优一的150元，哎、欸，优一，嗯，我晚点关掉这个才能哦，感谢，哦，这个游戏不给开 PS 超过分。阿总还没跳出来。哎呦，有了有了有然后黑色有了，蓝色，我们再就是要蓝色了。
干好可爱哦，乌米安安。哎、欸，你玩了没啊？你不是说要玩这个，结果你这几天都打 A 配。我拍给回答看一下。哎，打打打打打打去哪了？给你看，我去。鸟，黑色，蓝色的元素。这是电绘还是鼠绘？但是绘图版啊，是绘图版啊，怎么可能？社区旗帜，鸡腿锅，鸡腿。哎、欸，怎么人变那么多？哎、欸，怎么变那么多人？让一个人聚集，让人喜爱，让人尊重的象征。就给这张。我的天哪、啊！哎、欸，我早知道丢安妮上去了。我的天啊！哎，你怎么还没睡？哎、欸，不行不行，太晚了太晚了，你该睡了你该睡了。真是做可爱的这面旗子肯定很适合水手。有些任务都会装饰这里。哎、欸，安妮，你看，你直接被贴在这边呢，安妮。哇，这座城镇真棒！二周目，要么画安妮，要么画寿司。你看，你看，谁是最可爱的宝可梦啊？哎、欸，好棒哦，好棒哦，好棒哦！我改一下生活费哦，属性，属性，加150是多少？77729，完成。我们刚刚还有什么任务没有解？这边好吵。为什么看起来像寻人启事？你说这个吗？哎、欸，对耶，下次画那个海贼王的通气图。好了，解散解散解散，玛格丽特给我钱，给钱，200块。好味、欸、好味、欸，我们来画吃的，我们让那个霸士主厨知道。哎呦，我还是觉得好难过。哎，我们来画吃的吧。那这个粉笔，哎、欸，乌咪玩过一代吗？一代不是笔刷就那几样吗？然后二代的笔刷可以去买，我已经有蛮多笔刷的。然后这边这个商店可以买笔刷跟笔，
跟纸。看，还有很多笔刷。然后啊，然后那个颜料，颜料它可以有，它有固定配方啦、啊，所以就是你身上只能带三种配方的颜料。像我刚刚有捡到这个秋天配色的，然后这个这边是笔刷，那这边是颜料，你看它很多。但我身上留这些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啦。它变成去接任务，不是让人来挑，没有啊，一样啊，就是这边可以丢啊。你看哦、喔，我把安妮丢上去，非卖品啊，或是这个蜜雪儿。这样子，哎、欸，这是那个纸也太明显了吧？很明显是，很明显是垃圾堆捡来的纸哎、欸。啊，像这样子就拿到了。哦，它也可以那个啊，就是外面白化。舒适之秋，看看哦。舒适之秋。算了，回来吧，回来。秋天，夏天，你看，它一样可以来卖画。然后，走开，我不卖，不卖。然后或者去广场卖。纸好破，因为这个纸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纸。这个游戏它，你看有垃圾桶，垃圾桶它可以从里面翻纸出来。你看有寻找，好没有？感谢优一的100小起点，可是小起点我不知道怎么换算呢？小起点我没有算在生活费里啦，因为算来算去好像不太好算。我们刚刚是画什么？这个，来开始喽。我现在是想要安妮去休息啦。安妮该休息了，安妮，安妮好好休息。哇，这个绿色真好看。看看哦。边缘人安安，怎么都没音乐了？换地方，回工作室画，没音乐。有没有歌？哇，没音乐。我记得这个比较白。有了。没事，感谢加藤优一的100小起点。哎，最近有怎样吗？看你消失也蛮久了。结果上面是放爱玉有没有？哎、欸，不是玉子烧哦，这是爱玉哦，超恶心。二黑可以吗？黄可以。
欸，玉子烧是不是没有再放海苔的啊？好像这样就好了齁。欸，乌咪，我要偷偷爆料一件事情。你也认识罐罐嘛，对不对？罐罐昨天开台，他要关台的时候，在纠结，还要揪去乌咪那边呢，啊，还是娇儿那边呢？我就说，嗯，残酷二选一，我是你，我就两边都不揪了。欸，揪了 A， 啊 ，B 就会情勒说，好啊。就去那边不揪我这边啊，啊就去 B， 好啊，就去那边不揪我这边啊。看了都饿了，喵！哎呦，还是要画难吃一点的，比如凤梨披萨。凤梨披萨明明就很好吃，可恶，都蛮媒体啦。就是有些人会跟风，就说啊，凤梨披萨就邪教啊，明明早期就可以吃的东西，你想吃寿司？没事，我也想吃啊。再来画一个吧。不行欸。话说。抱歉，这么晚才过来看台，不用抱歉啦。但现在你也不能抱我，不会啦，抱歉什么？最近工作我知道啊，所以我才问说你最近还好了吗？因为平时也是会稍微看一下 DC 嘛，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下你们最近都在干什么，玩什么，就是看，偶尔还是有看到你，你不是还在玩那个吗？传送门骑士。对吧？哎，这么细心的主播哪里找？我出现也没玩很多，趁休息时摸一下也是赚。对啊，所以你是好死不死，刚好摸的时候被我看到。这是肥皂寿司吗？哎、欸，有肥皂样子的寿司，我还是会拿来不吃啦，拿来用。哦。还要这个白，不对不对不对，其实之前玩轻松派画家一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稍微摸懂厚涂在干嘛，怎么厚涂啦，不是厚涂在干嘛，可是没摸一之后啊，整个后图就又忘记怎么摸了。
来这个红色真的不行哎、欸。啊，这样还可以啊。哦，肩膀痛。又是一个舍不得卖出的作品了，可恶！玉子烧，你的玉可不可以挑对啊？玉子烧，来，我们去，我们来看看法英法式主厨懂不懂货？你看，他可以这样子随手卖。哇靠！现在的蛋都没这么便宜耶。保罗，让他知道这个价值多少。看起来超好吃的。嗨，无界。对嘛，你看416来，然后哎、欸、我想去上面这边卖、欸、这边看起来比较有钱人在买的，哎，这边是不是都是有钱人啊？来来来来来，
他说我是垃圾，他说我画的图是垃圾。天哪，你是说左边的是垃圾吧？右边说若是垃圾，我会拿画打人哦。你如果说右边那个寿司是垃圾，我会生气哦。这边的人不喜欢绿绿的，是不是？你们这些不懂艺术的，我要去找保罗哭了。他们没吃过啦，保罗，400块交出来，来这边，然后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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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个绿很好看，对啊，好像少了一点的样子，没事，我是来卖给保罗的。这个他好像很喜欢黄色，黄色的东西他其实都会买。马鸡，这个很明显的吧，好像蓝色的他就会收吗？涨价了，涨价了，涨价了！马基，快点，我想看你收多少。哎、欸，来了，来了，来了！好了，走吧，卖给保罗了。卖出了十幅画的成就。我看一下哦，是不是有任务啊？哪边可以看任务吗？你是有任务要给我接？没有，拜拜。哎，我们来试试看。没有标题。他是不是喜欢蓝色？我要什么蓝？蓝？蓝？蓝，之前不是有一个艺术品，就只是画一根线而已，就4000多美金，不是吗？来了来了来了！哇，算了算了，我错了。哇，真的，我觉得太丑了。哎，大家画什么？我画娟娟，我又舍不得，除非有任务，又是说做国旗或贴纸吧，我再来画娟娟了。要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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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吃的、啊？虾子。其实虾子很快就画完了、欸，就是
白痴哦、喔，在画什么？然后水彩，那就可惜不能再小一点。哎，等一下，让肩膀休息一下，伸个懒腰。哇，哎，要五点了哎，我开多久了？3小时。我看看哦，还记不记得他怎么画？我想去查、欸、啊，我要画那个啦，我说的 QQ 的感觉那种图，所以刚刚是什么东西？甜虾寿司，月雪安安，你是不是在羞辱我？所以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想练这种画风嘛，就是是胖丁吗？不是了，这次不是了。要怎么把我放你头上？现在不行，我关掉，我要关掉这软体才行。我等一下画完这个，我关掉，然后给你们看。
你们之前没参加过？哦，抓到，没有看我的 2.0 泥装。看在你抖内的份上，原谅了你。本次蛋大，就是这种呢，感觉我想要画这种感觉的图，可是我觉得我画出来都有点太刻意，没有那种风格，我一直很不满意。我发现眼睛会闪，会啊，可以停哦。还可以异色瞳哦。那什么颜色啊？我看不到。哦，好了。在画什么？繁星，就不要加角好，不加角了，不加角了。嗯，还是角画着。我画一只可爱版的绿水灵。嗯，你都抖这么多了，好，我画，我画。可爱版的绿水灵，绿水灵还有不可爱的哦。恶魔绿水灵，哎、欸，我没有，我其实风之谷没有玩很多、欸，哎，我3年前退坑后就没有，应该是我3年前有玩，
也是在那一年我就是游戏退坑。这个没有黄色，欸，算黄色吗？没有，正在看说保罗是不是喜欢黄色的图，黄色的图。飘。还不知道给你的，凶什么？绿水灵，886。绿水灵，看看哦，啊，绿水灵很难画的，不可爱吧？好，我知道卖给谁了。来800我就卖，800我就卖。啊，总是这种纸，可恶！可恶，小妹妹。亏你那么粉，好棒的布局，能传授给你技术吗？不要。亏你那么粉。看一下哦，绿水灵，919，哇，你很懂哦，那就是你了。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919？哎。原谅绿水灵，哎，怎么又没歌了？来，13ARL 安安。电流极极棒，
怎么了？画错了吗？不是这一只吗？这不是绿水灵吗？我画错了吗？哦，没错哦。我说怎么了？这什么脸？画错的脸。对啊，真的画错了。如何？这只绿水灵可以吗？突然听到这边有狙击棒在笑，啊，不是啊，刚刚要连这个就很像哦。这个。好了，没有标题，叫什么？海泽皮的绿水灵。哎，这章结束后，观台先休息一下。肩膀负荷不了了，三小时了，我的肩膀负荷不了了。来来来，谁喜欢绿色？海泽卖不卖？804你卖不卖？你就说不卖，不要，我就是要卖它。这样看其实好丑，可以再高。好，我们海泽说要再高一点。还有谁？哦，就你了，你也绿绿的，你肯定喜欢。750，不行，下一个800就卖了，没事，为什么卖？不可能啦！嗨，小妞，哎，这个粉色的，他会喜欢绿的吗？不行，他给好低哦。你到底是喜欢什么图啊？你从来没有给过高，欸，他有，那时候忘记卖他什么东西，好像给400块吧。不行了，不行了，要给了，要给了。好了好了，各位原地解散。哎，存个档，然后那个海泽你等一下哦，还有加藤你等一下哦，加藤还在吗？哦，给你们看，就是他其实还有其他模组，就是这个，还有像这个啊，这要重开才会有啦，就是他会有，我先点我的。看，就是它有里面有这些预设的模组，我昨天有用这个在玩，就是一个兔兔耳朵的在里面跑。好，储存离开，
来哦。看一下哦，先把锁拿下来，把卷卷的包回来，嘿嘿，关闭。好，等一下，我开个 PS 哈。罗马灯，对啊，游戏。看一下怎么弄哦。学团团好了，今日最大。海德，但是这个没办法太长，我可以啦，但他不行，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刚刚软体，他开画家会失败。啊，没更新到。来，这个。今日最大，加藤优一，海泽皮，这个功能。如何？现今日，对吧、啊？没有啊，就是今天谁抖内就丢上来。啊，好啦，说晚安，快说晚安，说晚安。今日限定，因为不然这个太长的话，它我的字体会变得非常非常小，超级小的那一种啊。晚上可能会开啦，就是可能就是萨尔达随便跑一跑。哇，已经早安啊，要关了。感谢加藤优一的200小起点啊，优一晚安，应该是晚点见。不确定啊啊，优一拜拜，海泽皮拜拜，月雪拜拜，洋洋拜拜，还有谁？用这个讲拜拜好了，小妞拜拜 ，T3ARL 拜拜，请问 YT 的咖啡因还在吗？咖啡因拜拜哦。没了吗？没了吗？我们要转机了哦。小伟，拜拜。我看看，你们继续打，我看一下有谁可以转。没了的话就原地解散。没了的话就原地解散。好好好，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白皙，我听到了。思琳，拜拜拜拜拜拜。晚上是指半夜突然想开的部分吗？可能八点吧。半夜，我真的本来半夜要开的，可是玩到发现时间过了，就想说啊，算了，就算了，就算了。啊，我们去粒子台好了，还没揪过他那边去，我们去那边玩一下吧。你也差不多了，好。
走，我们登机去粒子台啊，就是最近画巧克团画很凶的那一位。好啦，起飞咯，大家晚点见啦，拜拜。哇，这角度真的好好看哦！啊，这角度怎么那么好看？